我想讲明明个厅系超大噶咯，跟住 Chopper 死都要系挨住我瞓咗喺呢度咯，劲热啊！而家个 pat pat。我是 Heidi， 咁上次咧有条片就系讲关于20岁同30岁呢个 topic 咧，我发现大家嘅反应都唔错，咁所以咧我今日都想讲一讲我20岁同埋30岁嘅话咧，其实中间系有啲乜嘢嘅变化嘅，咁我就 drop 咗啲 notes 啦，咁但系斋讲咧就有啲闷啦，同埋我好肚饿啊，系啦，因为我头先已经拍过一条片啦，而家已经大约12点钟啦。咁所以咧，我就想順便咧做一個試食嘅。咁呢個就係之前喺台灣嗰度買翻嚟嘅一個益昌麻醬拌麵啦。咁所以咧，我而家就會將佢煮咗嚟食。咁就一陣間一路食一路同大家傾下偈嘅。好啦，麵咧就煮完出嚟啦。咁佢就會係呢一種嘅白色麵啦，就唔係一啲公仔麵嘅樣嘅。咁有兩包啦，呢一包我聞過咧，就應該係豉油嚟嘅，另一包咧就係麻醬。咁我而家就開咗出嚟撈啦。好，加翻一隻自己整嘅溏心蛋，我就唔客氣啦。聞落去勁香麻醬味啊，好濃郁，好好味啊！個麻醬味好香好濃啦，跟住好厚身。跟住佢個面身係有少少似 Kiki 拌面咁樣嗰種滑身啊、直面嘅感覺嘅，咁就唔會話係彈牙嘅。咁但係佢食落去就係好滑啊，同埋我自己係幾中意呢一種嘅面質嘅。咁當然要食我自己自家製嘅溏心蛋啦，配面真係一流啊！呢一種溏心蛋咧係同平時你哋食拉麵嗰種咧係一模一樣嘅。咁如果你哋想知道點樣可以整到呢個永遠都唔會失敗嘅溏心蛋咧，咁就可以留言話俾我知，咁我就會拍翻條片去教大家點樣去整啦。非常之簡單，完全唔複雜嘅呢個真係。咁今日咧就一路食一路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喺20歲到30歲呢十年啦，我覺得自己係有啲乜嘢嘅變化嘅。咁我覺得其中一樣咧係一定會變噶啦，就係你嘅性格。我唔係話由南緣北切咁樣變，即係唔會話我本身好內向，突然間呢十年之後就變得好外向。我覺得唔係嘅，每一個人咧，佢最深深處，佢最潛意識嘅一個性格咧係冇變過嘅。咁例如我係一個好硬頸嘅人咧，我到而家30歲咧都仲係好硬頸嘅。咁但係咧有啲位有啲靈覺位咧，你就會開始磨滑咗噶啦。例如係啲乜嘢咧？譬如我以前咧係好在意人哋點樣去睇自己嘅。咁跟住之後，譬如人哋講話哇，你今日著得好似唔係咁靚喎，我就會全日都好耿耿於懷嗰個唔係咁靚嗰度噶啦。咁但係嚟到30歲嘅時候咧，我就覺得自己其實學識咗點樣欣賞自己啦，去更加了解自己啦，同埋去愛惜自己嘅，即係我唔會特登去著個 bikini 出街去令到人哋去側目咁樣啦，咁但係我會去忠於翻自己著衫嘅 style 啦，跟住我覺得健康就係好啦，咁同埋咧，我發現咧人越大咧，真係會越嚟越細膽噶。我細個咧係玩機動遊戲咧，乜嘢都會玩噶，跟住而家又畏高啦，跟住又怕呢樣又怕嗰樣啦，咁所以咧趁你20歲頭嘅時候，當你仲係好大膽、好大無畏嘅時候咧，就有好多嘢咧你都要去試下啦，例如嗰啲跳降傘啊，跟住滑翔傘嗰啲咧，嗰到而家咧真係唔得啦。我未試過，但係亦都知道自己呢世應該都試唔到噶啦，好驚啊！我望上去已經好驚啦，唔可以幻想自己跳落嚟。跟住第三樣嘢咧，就係關於買名牌啦。我唔知道大家係咩年紀嘅時候中意買名牌啦。咁當我喺20歲頭嘅時候咧，都係好中意買名牌嘅。可能我揾嘅錢唔多啦，咁但係咧我都會花好多錢去買衫啊、買鞋、買袋嗰度嘅。咁但係咧，大家都知道我而家係淘寶為主噶啦，咁點解會變成咗咁樣呢？咁可能細個又因為擁有過啦，咁所以就冇咁渴求呢樣嘢咧，
就漸漸地就冇買到啦。咁可能10,000蚊嘅一個袋，而家對我嚟講呢10,000蚊咧係好好使，咁我可以買非常之多嘅衫啊、食物啊、袋仔啊、鞋啊，已經買到可能成季都係用嗰10,000蚊啦。咁我唔係話買名牌係一定唔好嘅，其實我覺得係睇自己嘅能力嘅，因為譬如我以前咁樣揾10,000蚊一份工，咁可能我要儲幾個月錢就去買一個手袋，咁但係嗰幾個月可能我要慳少少啊，或者唔去食一啲自己中意食嘅嘢，去為咗買呢一個袋咁樣，咁我覺得而家諗翻起咧係一個唔係太健康嘅行為嚟嘅。如果我一個月係揾6-7萬蚊嘅話，我理得你啊！你個個月買一個10,000蚊嘅袋，你負擔得起，你唔需要特登慳住去做其他消費就已經買到嘅話咧。我覺得是很正常的一件事，那樣東西也不再變成了一個奢侈品，它是一個很 reasonable 的事來的。但是如果你是打一份很普通的工，你要節衣縮食才為了買一個袋，那我覺得你3個月來很開心，每一天都是用那個袋，我倒不如我買很多個很漂亮的袋，又不是很貴，也不是特別名牌的話，又可以成日換袋，我會覺得開心一點。這個就是我這10年裡面其中一個比較大的變化來的。咁另外喺呢10年嚟咧，我覺得自己個朋友圈咧越嚟越細，但係咧呢個細咧唔代表係一件唔好嘅事嚟嘅，佢係會令到你個朋友圈嘅人數雖然少咗，但係個關係比較密切咗啦，大家更加了解大家啦，跟住更加深歸咗嘅，咁我覺得係一件好開心嘅事嚟嘅。咁同埋咧喺呢10年嚟咧，就一路會有唔同的原因咧，有些朋友會慢慢咁樣消失咗喺你嘅生命當中啦。咁你飛歐咗一啲朋友之後咧，你就會發現剩翻落嚟嘅朋友咧，就真係一個好值得你去珍惜嘅人嚟嘅。我而家嗰啲朋友全部都係一啲我可以同佢乜嘢都講啦，我唔擔心佢會呃我啦，我唔擔心佢會將我啲嘢講出去再傳出去，以我傳我變咗另一個故仔啦，我唔擔心佢哋會出賣我啦，利用我啦。而家啲朋友全部都系我可以讲系真心朋友嚟嘅。好啦，咁讲埋咧就系生活习惯啦。咁其实20岁同30岁呢个10年咧，个人嘅生活习惯咧系完全唔同噶，真系可以讲系一个东一个西，一个北一个南咁样，完全系两回事嚟嘅。喺20岁头至到25岁咧，我都是一個非常之夜瞓同非常之晏起身的人。咁當然啦，因為嗰陣時我做地勤咧係翻 shift 嘅，咁就唔係朝九晚六呢啲間啦。咁所以咧，我有陣時收工可能已經係2點出去食埋宵夜，翻到屋企已經係4、5點就嚟天光，我先至瞓啦。咁導致咧，其實我可能起身嘅時候已經係晏晝1、2點嘅事啦。咁以前咧，我啲朋友咧，是完全找不到，早餐不需要說了，沒可能吃到的了，但 lunch 呢我都吃不到的。還有我是回機場呢是不會有星期六日的觀念的，我們只有幾多號，跟住約人呢是要望著家表呢，可能月頭已經約到月尾的了，即是不會說你聽日得不得閒啊，你後日得不得閒啊，這些我們是不 available 的，是啦，在那陣時的生活。那回到 office 之後呢，我整個生活習慣呢真的改變，例如我而家系可以好早，朝头早8點幾就起到身咁样煮个早餐，全日咧系好多时间可以做嘢嘅。以前咧好晏起身咧，你就会发现啲时间过得好快，好快就会夜晚咧就乜都做唔到。咁但系而家咧有成个朝头早咧系可以完成到嘅事啦，系好多啦。同埋其实朝头早咧，你的 productivity 是很高的，所以现在我都很倾向于早睡早起这件事。我想在3、4、5年前，如果给我有得 foresee 自己未来的生活，我应该都想不到自己会变成了现在这个这么健康的人生的。我应该都还以为自己是喝酒啊、出去玩通宵啊那种人来的。但是呢，原来你过了耐了这一种这么健康的生活呢，反而你会爱上了这个这么健康的自己咯。所以我觉得是非常之好的一件事来的。好了，我已经熟悉整个面了，我觉得这个面呢其实是挺好吃的。但是呢它又未至于你会吃上瘾呢，不停地很想继续吃那种感觉啦。即是偶然去吃一个呢是不错的，我觉得都挺特别，因为它的麻酱味真的很香浓的。所以如果你去到台湾的话呢，
都可以買一 pack 嚟試下嘅。好啦，咁我而家就做個小總結啦。其實我覺得喺20歲或者 all the way 去到30歲呢個階段咧，任何一個時期嘅自己咧，都係好美好嘅一件事嚟嘅，因為如果冇以前嘅自己咧，就唔會造就到而家嘅我咁樣啦。咁我覺得其實喺呢一10年裏面咧，我真係學識咗點樣去愛惜自己啦，唔好太在意其他人嘅目光嘅。咁當然我又唔會覺得話要我行我素，完全唔理人哋啦。咁但係要學識多啲點樣去分析啦，究竟邊啲人講嘅嘢係真嘅，邊啲人講嘅嘢其實真係吹水，或者係佢哋覺得講咗出嚟可以令到你唔開心咧，佢哋就好開心噶啦。呢個世界係真係有呢一種人嘅存在嘅，我唔明白佢哋點解要咁樣諗啦。咁但係我覺得其實做人好簡單嘅啫，就係你要以德報怨啦。咁無論嗰個人對你做咗啲乜嘢都好啦，其實就唔好擺太多喺個心度，咁個人咧就會輕鬆啲、開心啲，唔好太過執著嘅對於某一啲嘅嘢。咁但係咧，亦都要忠於自己嘅原則啦。你唔好去做一啲太傷天害理嘅事，亦都唔好去利用人啊咁樣嘅。咁我就覺得其實咁樣嘅人生咧，就已經我已經很滿足的了。其實有個簡簡單單、開開心心的自己呢，其實是一件很難能可貴的事來的。是啦，那希望大家喜歡這一類型這樣聊天啊、吃下東西這樣的分享啦。如果你喜歡這條片的話，記得給個 like 我、subscribe 我的 channel， 我每個星期都會 upload 兩條新片的。那我們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